罗总，我们掌权人来了，在里面等你。咦，不是正常都是肖总对接吗？肖总也在，你快进去吧。好好，我马上进去。帝豪集团掌权人来了，我的机会来了，我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，说不定能让我更上一层楼。肖总，你看看，这是我们今年的方案计划。老大，他来了。哦，肖总的老大，这是何等的人物呀！我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，真的幸福来得太快，我手都颤抖起来了。来了呀，先生你好，我是罗盖饭。罗盖饭吗？人如其名，好名字。咦，这声音怎么听着这么熟悉，而且好像是今天在哪里听过。你还认得我吗？我的腰子呀。是你，你就是帝豪集团掌权人，完犊子了。是不是很意外？是不是很惊喜？刚不是很蹦跶呢？再蹦跶给我看看。十三先生，是小弟的有眼无珠，我不是有意冲撞你的，我不知道你在收破烂呀，不然给我十个胆子也不敢得罪你呀。这是玩哪样呀？好好做掌权人不好吗？非要装着去收破烂？谁家收破烂的是一个大集团的老总呀？还是掌权人？要命呀，这不是摆明的坑我吗？恶意扣发工人工资，私自动用公司款项，私下别墅两栋，豪车五辆，来路不正呀，你挺行的吗？十三先生，我错了，给我的机会我一定会弥补回来的，求你了。罗盖饭，你个餐备货。虎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罗盖饭，我就差点被你害死了，你行呀，竟然怂恿我做十三先生，亏我差点把名已搭进去了，幸好十三先生大人有大量饶了我，看我今天不做的你爹妈都不认识。虎哥轻点，疼，会疼就对了。折了折了，第三条腿折了，快送我去医院。萧炎，这事情交给你处理，把拖欠员工的工资全部发下去，还有他，找任何关系都不能惯着他。是，老大。十三老总，我错了，求你放过我吧。你放过那些打工人了吗？拖走。这么帅的小哥，再收破烂好可怜呀。阿姨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我收破烂我骄傲。小伙子，跟阿姨走吧，阿姨有钱，你可以不用努力的。哟，这阿姨好像有些眼熟的样子，这不是第一级的阿姨吗？算了，也是因为她让我阴差阳错走上了收破烂这金光闪闪的路，难道是报恩的时刻到了？小伙子，想好了吗？阿姨，我现在想努力，我想靠自己的能力努力奋斗。靠自己努力有什么好的？还不如靠阿姨，能让你少奋斗几十年。你看，阿姨我有钱，你要买什么我买送给你，买些东西送给她也算是一种报恩吧。阿姨不缺钱呀。喂，不是吧。阿姨，你看这表送给你吧。你那破烂表有我的好吗？跟着阿姨每天让你换不同的表给你戴。咦，我丢，这劳力达伦利亚表，听说小小表盘刻画了18个还原星座，拍价3200万，我这是遇到了哪位传说阿姨了。阿姨你看，我开布加迪威龙收破烂呢。开那车有什么好，又小又矮，腿都迈不开，还要自己开。你看阿姨开的车都不用自己开，温馨又舒服，还可以坐喜欢坐的车。哎呦我的妈。我去，我看到了什么？阿姨你到底是哪位大佬？我是一个能改变你命运的人，跟着阿姨吧，让阿姨照顾你。阿姨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小伙子别跑呀，小伙子你年少不知阿姨好呀。大虎打起精神，你们没看见丽姐在追那个人吗？严总，刚才丽姐说让我们这等，她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管她。滚犊子，快去追。妈妈你看那个哥哥好可怜，被一群人追着跑。现在收破烂的都不老实了，肯定是去偷人家东西被人发现了吧。小宝呀，以后你可要认真学习，不然就会像那个憨憨哥哥一样。知道了吗？知道了妈妈，我一定会努力读书的。终于是甩掉他们了，太恐怖了。静静小七，你们在一起啊？十三哥小心呀。十三哥你看，有熊孩子出没。你干嘛？吐死了。我只是看一个花瓶掉下来了，怕砸到你，所以才推了你一下。你怎么打人呢？你把我弄拐了，我打你一下怎么了？不服吗？你干嘛又打我？如果不是我救你，你现在就在医院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故意的吧，心机女。这次帝豪集团只招一个执行总裁秘书，你就想用这种卑劣手段夺取吧。刚才这个花瓶也是你设计的吧？住手，他救了你，你不感谢也就算了，还三番五次打他。收破烂的关你什么事？你最好少多管闲事啊！我知道了，你也是他找来的托吧。托，你自我脑补能力还真不是一般的强呀。